不刷小纵队，不是海底小纵队吗？红色、紫色、绿色，来个我弟最喜欢的绿色。这是个小刷子，然后把这个粉倒进去。先来试一下没有单酸果粉的。这样吃起来是青苹果味，但是又感觉像在吃枇杷膏。蘸一下酸果粉。酸果粉之后呢，就是先酸后甜，这样的涂刷小糖果，你们想玩吗？